出兵本是新外国，不得风尘也风流。若出兵真是新外国，你就不用时时挂在嘴上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无趣味，人生何必过得这般沉闷？乃突然一阵风飞散，啊！谈了真济定语，失落公子，你将当进去，我起起就来。就在此时，天界传来一阵交响雷雨，这乌鸟神鸟飘然降临。哎，公子家，天地不容。又遭皇帝的剑鞘，该为你独守付出代价了。林崇明，公主星，周红，天气哪路？独守一中，天气就冻。永都秀夫，此路通往洪都。哦，东西阿敬，天气对上永都秀，爱河对上失落英雄，五郎如何化解危机？众位神鸟，公务起事，天气急急，欢迎无风老子。冒犯就回去。呜呼！我提前遇到吗？你这个人真无礼貌，我已经讲就回了，你竟然骂人！有的你恭维吗？哦！雄武，我礼貌归礼，你竟然动手！啊！金甲野王，好！天气急急，风势急速，龙老师一心大波妙计，联合剑术，竟将天气一击震撼。用你这般凌云！归西的不安，哦！天气相救之温，下流不弃，不过洪流，还手中毒秀。好，刷你的赞美条路，一回再见。好。啊！啊！这龙天气有悲之时，不甘安分，压表木工。红顶独兄，七路英雄，面对攻击，气定不动，眼神中无恐惧，无惧色，唯有淡然。剑鞘，你自命七路英雄，咋地自家失掉性路？好。周水一交配，一降临，相逢高飞之际，吴勇敢茫然之力突然而来，心中高义之时，攻势受敌，明行即失。
中的正义是什么？叮当一声，正义以为的严肃，真是的，因为世上并无答案。那你为何执着？欲见他，又欲忠心，真是的。性的魔，我真识破；魔性的魂，怎处度尽？魔魂，无来正义，下天怪。啊！杀招必应，七路英雄一剑定天，剑锋扫动，一番功令金当之势，化作阴阳未尽，接着化击以求复功。小弟，小人为奴，有失无，真是正义。哈哈哈！是人不红，因我论爱欲争夺；不红不败不甘，以一条手人求生命，这是何的正义吗？多言无用，休息了。我回来喽。你是做事那天气。原来是此，江独秀是个英雄，丁小林所想不到的性灵吧。这一句是找咱灵工再会的意思吗？我想应该是吧，但我的心情真甜，任何计划拢会意欲，相信你做的安排。也不知这位美人芳名，伊浑身散发一股特殊的奢靡之气，对了，甲天气极个真类似，相同。你古今天气极热，拄则回来路上拄到迄个人，应该就是你方才离开，所有紧要之事。迄阵狂风害我澹了一身尘沙，所以我就去沐浴。沐浴，随地半路遇上天气，进一半又离开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。幸亏这里良言万不万，否则害我忍受一身脏污，岂不痛苦？一命如此，就是爱护如勇，何惜死的命字？何像与天气职业有关？不要相信，这样讲呢？伊是来逼杀你，为何你唔早讲？我发现你确实是一个特别的人，你不是第一个称赞我的人，这一切拢是……为要讲完就走。喂，你这样就不是失落英雄，是失落英雄了。